窗外有一束光，拨开了彷徨，我看见了希望在你身上。青春记忆里面梦想的边缘，同一片天空奔跑，我们肩并肩。爱是到底什么？在经历很多，那你经历就比较长。趁年轻的时候，应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哪怕是自己能力不够，也要去尝试，这样才能慢慢年轻过。在演艺的道路上，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。觉得一个好的演员是需要什么都去尝试的。每个人有人支持，有人看好，有人为你打，有人高喊你的名字，就是他们不是有那么好的。人生总会遇到过很多的挫折和一些苦难，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不能去消极，你要去战胜它。获得演员请就位，最受观众认可演员荣誉的是张哲瀚。这个奖就像在我人生里，像这个时刻画上了波浪号，证明我这段时间做得还不错。其实人还是潜移默化的会发生的，角色就是成长，角色也是在故事里面戏里面慢慢成长，我们大家也是，没有说你每个人会跟以前一样一成不变。人的适应能力很强，都是要不断的适应现在我们所发生的事情。簇拥着想念充满光的未来，花盛开，我变爱，你没缺席的未来，我心中在照亮谁期待，我心中在照亮谁期待。相信我们的国家，相信我们的祖国，相信我们的共产党，相信我们的法律的人士一定能够给我一个调查的一个机会，包括自我申辩的一个机会，给一个公正和公平的一个判断和判决，能够还我一个清白吧。照亮谁期坚强。